你不要这样这么近哦，啊，这样是最不标准的、啊，哦，你这样反过来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很危险哦，啊，这边远一点，那、啊、这边近一点，好、哦，好、啊，这边先消掉，那我再做一次哦，好、哦。好，再比一个六，哦，大概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哦、然后这边就再切，然后我们就压在往前之后，后面就配合着收放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。然后这边有切下来，这边就直接把它撕开了。来，第二小的是谁？好，第二小，你就第二小好了啦。哦，好，那接下来就开始动作，这边切掉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比一个六，就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好。那我们就分成两组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这边先切掉哈，这边就不要了哈。还是做一个记号。好，这样一个六，好不好？这样子。好，这边不要。好，两组开始动作，来，一定是注意安全哈。啊，以安全为第一哈。来，你慢慢来都没关系哈。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厕所那边有个洗手槽，好不好？把你那个厨粉洗干净。好，洗完了之后我们就拿进来，然后待会大家都有的时候，我们就过来准备要做厨房的啊。啊，这样会不会太短？你的竹筒饭怎么那么短？不会啊，还好。好，可以动作。哎，吃少一点。好，要不要锯？怕怕的。就是先把它锯掉。没有啊，好来，先把它锯掉。在哪里啊？还有切。对啊，那先把它锯掉，那个掉，对，把它锯掉，然后这个，爸爸那个再锯长一点，没关系。你这样竹筒太短了啦，吃不饱啊。还以小朋友的量了，哦，对。再长一点，对啊，再长一点没关系啦。不要浪费时间，要不然有没有人要锯？我怕啊！还是不会，我们照老师的说法来做就会很安全。对呀、啊。